是。那我们来讲 MC， 但是啊，自我介绍。啊，是吗？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BJ 48B 的成哥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！哎，谢谢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开始。就是他们刚刚玩的游戏叫什么？答非所问是吗？是的呢。东答西。那你们要玩这个吗？不玩了。玩还是不玩？这个张博，我们所很迷茫，因为这是张博尔为我们准备的，精心准备的东西，让我们组有点迷茫。我们组玩吧，玩吧，好不容易张博尔，你说心血，他的心，心血，心血，好，他的心。来吧，东和西达。他来问。就你随便提问题。对，有这样吧，我先做个来个人次试一下。你啦，来吧。哎，别老来，老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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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指向小青了，你来不来？小青来。那来吧，来。你懂。你觉得好像是？你问我呀。问问题都很难，到时候我前方高能。好，那还要说一点，就是不能犹豫。我来问。我知道了，你问什么，我只要回答，你猜呀。
样吧，这个话题现在就已经改成我们猜他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。啊，不用了，就这样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请问呀。又你啊，他都没什么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到目前为止，所有四八成员中谁最漂亮？听音乐。你的身高是？人民姑。现在在做什么？救命！愿望是什么？哈哈。只有自己的身体不为什么。我爱咪咕。对你问的，对你问的，是这样。那我发现了一个爸爸，咪咕是我们的爸爸。我发现了一个。那王子健是你的什么？希望咪咕继续支持我们。快呀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不许像他们一样的哟。我已经都问完了。你现在想，那座右铭是什么？啊！我让我想说没有。你想说没有？那我觉得那这个无解。你座右铭是什么？随便回答什么都可以啊。猪。你的是吗？对啊，你座右铭是猪啊。哦，不是。外号是什么？吃了。吃了。吃了也算。那怎么？也算吧。对啊，这个外号，这个是可以的，这是可以的。这可以的吧？这是可以的，他的回答是可以。那来吧，继续。你的手机背景图是什么？跳舞。对我有什么要求？美丽。啊！耶！不是，他说太快，我听不到他说什么。你不要听他说什么，你就乱答，就是你自己。我就怕乱答也答中了，我就可是你没有那么幸运。到小熊他问了我三个问题，我一个没听到。你就不要听我问的什么，你就想要你自己心目中有一串答案就是了，你就也有。还是答案是一句话。我就是没有听你说什么，我说橡胶，可是还是不行。可是刚才你问的问题是你对我有什么要求？美君回答的是美丽，他的意思就是你要问你在那乐啥呢？我乐的是他输了。不是，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处境？你好意思问我，副队长？你是想扣钱吗？我不想啊，但你没那个权利。扣钱的是队长。扣钱的副队长。不，扣钱是队长。队长和副队长都能扣。都能扣。哇！来自前任副队长的。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扣过啊。因为扣过呀。扣。因为他懒得扣。啊不，他扣过。不能。我扣过，后来发现算不清楚这样算的。因为有人教，有人死活都不教。对，就是他。我每次都教了，然后后面他说吃火锅，吃到最后我的钱也没了。然后胡小薇从来都没有交过钱。我交过2块呢。我们把50块交2块。我真的交过，我不是这样子的人，我不欠债的。好了，接下来。哈，哼，吼，哈。谁是哪？来吧。看到刘诗鞋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别踩我鞋。最有自信的身体部位是？他说别踩我鞋。过了的，这是对的。可是他就是这样子的呀。你在说什么？他就是你在跟我玩游戏吗？好了，继续。一个杠精，下一个。小腿说了，你可以自己编问题。你自己编嘛，不用看这个是吧？自己编，我怎么知道怎么编？你喜欢我吗？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把你心里的问出来吧。把你心里的说出你的心里吧。有一个问题，你问他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送你的小熊戒指？我想喝豆腐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胡小薇、熊思君哪个重要？明天吃水煎包吧。
会秒。哎，行，你我觉得你可以来问你，你直接问吧，因为熊淑君也需要有人问他。嗯。你给我来个小熊，快问快问，你问你想问的，好，来来说。小样和青青，你选哪个？你吃了吗？没可以吧，他都可以反应的，可以的。想当队长还是副队长？张梦画，你为什么参与两局游戏？因为他是队长，因为他是队长。队长都在耶，那我下去，这些我也下去了。没有，我给曲美玲起了个外号，她不是就是美玲嘛，然后又是副队嘛，所以她也可以姓白，白白富美。那你叫什么？我叫矮穷矬啊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开玩笑的。还有就没了吧？还有他呢，还有他呢，你一定要问，稍微来吧，来吧，来个大的。这样这样这样，张小问，张小问，刘若贤问，我想不到问题，我想不到问题。那我问，你喜欢呆呆还是皮皮？什么？啊？张卡壳就算。对呀、啊。不不不，你问快点。我问完了。就一个问题吗？你要连续问两个。啊，你喜欢我还是刘若贤？天气。不对。钱和刘若贤选一个。钱和刘若贤选一个。钱。你真的是。哎，稍等稍等一下，为什么熊淑君问题总我总要。熊要我出来啊。没有啊，我说的是钱呀，错了吧。错了错了错了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你还跟我说呢，你自己都说错了。是啊，说谎啊。所问好吗？就不能回答回答呀，你说谎。他跟我说可以回答的，在上面台上的台下的时候他问了我。再来一个。好啦，香我香蕉都算了，你就不要这样子。好，我输了，我输了。他是算 out。我算 out 了。那现在赢下来的有谁？我和刘我他。曲美玲。哦哟，这么多人啊！哦哟，四个人呢。一二三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你互相问个问题，还要再来一轮啊？那来来来，互相 battle battle， 快点快点快点，一个问题，来 battle 吧 battle 一下。谁问？就是你先问，然后他再问，然后你再问，他再问，就是快问。啊。问不出问题也算输。对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你最想跟谁跳四百？爸爸。啊！还是我问了，来问你赢了，因为你继队长多久了？请大家多多支持，燃烧吧团魂，支持庆碧，支持咪咕，谢谢。为什么这么多？好，哎，你问，不是啦，应该他问了。那你问他了，想问他吗？快点啊，问不出问题也算输。三二一。和赵天佑住在一起是什么感觉？我喜欢金姑。什么？输了输了。错了错了。没有，他问我什么感觉跟他住在一起、啊。对啊，你的感觉就是我更喜欢金姑。不是啊，逻辑上是说得通的。不吧。不，撤了撤了撤了，哎呀。后面开始。哇哦哇哦！以世纪大战，一触即发。Action， 五、四，退休快乐吗？刚刚进来那个人拎了一袋 Subway。前辈问，前辈问，你问，你问他，该前辈问了啊！四个字啊，四个字，答案只能四个字，升级了，不能超过四个字，来问吧，难度了，五、
三，我想不到问题。三，二，一。你喜欢我吗？我爱咪咕。没事没事。耶、这个游戏的王者。王者。谁王者？刘书贤。王者是我们区别人。MVP。刘书贤，刘书贤，刘书贤，然后我们都选咪咕。啊。每次都在。那赢了的有奖励吗？不，他们说输了有惩罚，好像。嗯？什么惩罚？我们所有都输了，就赢了惩罚吧。那就惩罚大家跳接下来的公演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我们就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公演吧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 yeah!。